我在这边庄严的宣布，本党征召侯友宜同志参选2024中华民国总统。侯友宜当选，侯友宜当选，侯友宜当选，友宜友宜友宜当选，当选，当选，友宜友宜友宜当选，当选，当选。谢谢，我们请主席回座，请总统征召同志侯友宜发表讲话。各位国民党的先进，朱立伦主席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给我的肯定。更重要的，我要在这里谢谢郭台铭董事长，在经济上做出巨大的贡献后，为国为民团结大家一起来打拼的精神，我个人不但敬佩，更愿意团结在一起，携手并进，这是为我们中华民国，为台湾这个土地，咱来团结胜选。尤其现阶段，我们的国家在国际情势兵凶战危，国内冲突对立，百废待举，让年轻人看不到未来。我们必须大破大立，再次让政党轮替，再次让政党轮替，再次让政党轮替，才能够救国家、救台湾。我们要展现破釜沉舟的决心。要参选，就要胜选；要参选，就要团结国家；要参选，就要带给人民希望。守护中华民国，爱台澎金马这块土地的人民，是我一生唯一的信念，永不改变。